我们来一个老歌带 DJ 送给你们，来个踏浪，好吧？欢迎我们老王，谢谢我们老王，是我收藏的踏浪吗？不是这个版本，不要搜 DJ， 直接搜踏浪。前天晚上在唐老板台上发挥的好啊，我们家哥哥怎么说我发挥的不是很好，说我有点紧张。你们都是从唐老板那个舞台上认识我的吗？我其实说实话，我一开始上台的我都忘记怎么唱了，我都不记得眉飞色舞应该怎么唱了。我这是我上台只在台底下的时候，他问我让我来唱一句，我都不记得唱了，我都不记得眉飞色舞怎么唱了，还是唐老板。就是他带了我一次，爱的是别的罪，我想起了，哦，是这样唱的。感谢简晴哥，谢谢我们简晴哥，我是真的当时整个人都很懵。好，那么换一首吧，好不好？找不到伴奏，咱们就换一首啊。眉飞色舞，咱们等会儿点到50万赞，咱们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对，是这个。来一首老歌带 DJ 踏浪送给你们，来，音乐打起来。感谢几个一看就是没见过大场面，是呀，小小的一片云呀，慢慢的走过来，请你们歇歇脚呀，暂时停下来，送给你们，谢谢大家的喜欢。来，哇，这么近，我们的人气为什么这么稳呢？一直5000人，我的天哪！现在多少赞了？26万，咱们点到30万，婷婷给你们来一个吉他弹唱啊，好不好？点到30万，他们都说你们是不是想看我来个动感的？刚刚有人说想看我来个动感的，感谢我们老朴，谢谢我们新发哥哥。想看我来个动感的音乐的扣一，想听安静一点的 DJ 的扣二，谢谢我明明，感谢我明明。然后左上角咱们没有点关注，可以给舒婷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湖南郴州户外哦，湖南郴州的千年古郡，你们都想要动感的，我怕嗨起来你们受不了。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迎接一首舒婷最嗨的歌。来，那我们的赞赞也一起动起来，好不好？咱们来一首跟着音乐动起来。好吗？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来，跟着音乐动起来。那么你站旁，舒念念，你先站旁边，因为这个镜头律动只有一个人可以动，不然动不起来啊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动起来 ，Come on！ 荧幕小鱼在哪？Thank you.
备好了吗？快跟我一起